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中国禁闻。几天之前，大陆独立评论人士李成鹏的第一部杂文集《全世界人民都知道》上架发售，很快登上几家网站销售书的排行榜。1月13号，李成鹏在北京中关村举行签名会，再度成为大陆网络最热门的消息。根据大陆网友在微博上传出的照片，有大批李成鹏的粉丝和支持者们到场，中关村图书大厦外排起了长龙等候李成鹏签名。有网友说，人龙延续了好几百米，但是秩序井然。网友指出，为了抗议大陆当局禁止李成鹏在成都和北京的签售会上讲话，北京现场有好几个人帮忙给排队者发放口罩，上面写着我一个字都不说。这场签名售书活动除了被禁声之外，也发生了暴力事件。据微博消息，一名男子趁李成鹏不备，一拳打在他的脸上，并骂他汉奸。之后，他又被另一人投掷菜刀袭击，所幸没有受伤。据网友查证，袭击李成鹏的两个人都被称为毛左，目前已被带往公安局。而继北京之后，李成鹏15号还要在深圳举行签名会。连日来在微博上声援南方周末，并讽刺《环球时报》的台湾艺人伊能静，在被喝茶、微博遭禁、言论被删之后，仍然不肯沉默，坚持说出真相。1月12号，伊能静在微博被解禁之后，继续发声，先是发微博说：“我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却因恐惧将我当成最大的敌人。”随后，他又发微博推荐《姊妹》一书，鼓励说出真话。接近午夜，他再发微博叹息，南州最终低头妥协。他说：“第一天，他热血沸腾。”第二天，他愤愤难安；第三天，他落泪痛诉；第四天，他深刻淡定；第五天，他忽然狂笑。他终于明白，这整个世界都是一出荒诞的黑色喜剧。然后周末，他彻底遗忘，他又回去做那个面目模糊的自己。1月12号，甘肃又有一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在西藏的统治，这是2013年发生的首宗藏人自焚身亡的事件。自焚者是一位22岁的藏族男子次贝，他在当地时间周六约下午1点左右，在甘南州夏河县阿木区呼镇自焚，当场身亡。根据目击者介绍，当地藏民在警方来到之前，已经把他的遗体送回他位于邻村的家中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中共当局随后部署了大批警察在阿木区呼镇主要街道驻守，阻止远江近邻的藏人前去他家中慰问和祈福，还要求立即火葬慈悲的遗体，引发民众的愤怒。目前当地局势陷入紧张。好，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新闻。